植物大作战！哎，呜呼！停停停！大嘴，我要锤爆你的头！少在这跟我摇摇尾，不过是训练接受惩罚而已。哼，大鬼头！我的小丸子，你的惩罚分别是：一，每句话后面说“代号穿山甲”；二，每句话后面说“我最可爱”。各位小老大们喜欢小鬼头，或者觉得这条视频不错的话，就三连支持一下吧。这惩罚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反差真大。不好意思，霍大嘴，我当然选第二点喽，我最可爱。Nice。好了好了，惩罚已经开始了，我们进入选择阵容环节。这期的素材投稿来自于评论区，主题是灰烬与扛把子，小蛙子先选。我拿毁灭菇炸翻全场，我最可爱。那我拿樱桃炸弹，小范围的也很厉害。我加一个土豆地雷，一瞬间的威力可比倭瓜强，我最可爱。那他也是强的，倭瓜我拿了。钱本来就归你的。好了，轮到僵尸阵容，老大先选。当然拿普通巨石。那我拿深海巨石，我最可爱。这我就再拿一个军图僵尸吧。最后橄榄球僵尸就归我喽，我最可爱。阵容选择完毕，随机事件如下：一、退化了，旋风橄榄球变成橄榄球僵尸；二、放手一搏，己方所有灰烬植物都种植在敌人的阵营里；三、核弹来了，增加一个毁灭菇，但是毁灭菇的属性减半；四、Z 科技增援，从 Z 科技家族里面随便挑一种僵尸，除了根除者；五、火车我，增加一个大蒜，但只能在中间；六、机枪射手增援，增加一个机枪射手。随机事件介绍完毕，小蛙姐先头投资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是一先锋橄榄球僵尸变成橄榄球僵尸，这是啥手气啊？天哪，啊，我最可爱。嘿嘿嘿，到我了，扔。十六，耶，增加一个机枪射手，嘿嘿嘿。小蛙，这一次我怕是又要赢你一回啦，嘿嘿嘿。好了，双方阵容摆放完毕，我们战斗开始。这阵容感觉要无敌了呀！大嘴，无敌你个头！我才会无敌，你这算个啥？你忘了上次的毁灭锅了吗？这次也叫你好看，哼，我最可爱。冲，开局先炸，管他会怎么样。哼，毁灭锅还是给力的呀，我最可爱。嘿嘿嘿，给力？你管这叫给力？不过就互相炸了而已，况且还炸伤了你自己的僵尸，嘿嘿嘿。笑什么笑？身上是有伤害的，哼，我最可爱。啊，普通巨石，果然是有伤害的。冲呀，锤爆他们，我最可爱。哎，好样的，军爷！虽然是功亏一篑，但是值得呀，嘿嘿嘿。我看你可以的。Nice， 没两个，嘿嘿嘿。这深海巨石，还要冲过去，让它爆炸，我最可爱。好还好，嘿嘿。不过这怎么算啊？这要不我来说一下吧。这次我们算平局的话，这次我们每个人都给大家讲个笑话或者冷笑话也行，也可以是脑筋急转弯，行吗？老大小蛙姐，我觉得行，还不错。行吧行吧，大家都说了我还能不说？好了，这期的植物大作战就结束了，期待各位小老大们的踊跃投稿哦，我们下期见了。